这里是中国航展九号馆的庆武系展区。那么今年呢，不但展出了20翼枪组，还有新域新制装备和特种枪械。拐角射击系统，所以它是会改变方向吗？改变方向的，然后咱们拿着这个按钮，然后这块可以可以左右，对，120度的这么一个旋转。这个枪有三个特点，一个特点呢是人在固定的区域对自己的视角盲区，然后呢可以对目标进行定点清除。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前面设置了这么一个微光镜，然后也就是在能见度不好或者在夜晚的时候呢，对于那个有效的目标进行清除。第三个呢就是咱们通过这么一个小装置，然后我们的这个镜头是可以旋转的。哦，那在这个武器系统上面，它的枪是放在什么地方的？它的枪是放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是放手枪的这么一个位置。对。我上面配装的武器系统呢，可以配我们的步枪、18.4的霰弹枪以及我们的冲锋枪都可以。先锁定，发现目标之后进行自动锁定，自动锁定之后，然后随着你的移动，它实施自动跟踪，然后自动打击。然后我现在往左，就这个时候不需要遥控器了。对，不用遥控器，然后它的这个枪头在跟着我走。对，它在跟着你走，枪口跟着你在走。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。对。针对不同的客户、不同的市场需求，定制开发了不同口径的这么一些产品，比方说我们的5.56步枪，以及我们的7.62步枪。特别介绍的就是在你眼前看见的这么一款重机枪。重机枪。对，这个你看见的现在是两脚架的一个状态，其实它也可以变成三脚架重机枪状态，也可以在车上进行使用。